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伟妮，我现在正在拍摄 Olubis 2018。这次我觉得很开心，可以再度跟 Olubis 合作。然后这次的不同造型呢，分别都是我工作的状态，还有我私底下的个性。那我很喜欢现在这样的自己，也很喜欢今天拍摄，因为一切都让我觉得非常的舒服自在。等一下呢，就要用洗眼粉，就是加水之后搓成的泡泡，然后拍一个在洗脸的一个情境。我其实觉得在用洗眼粉洗脸的时候，其实算是一种带着一种蛮愉悦的心情，因为它的泡沫非常细致，然后可以把你每一寸的肌肤每一个毛孔都清洁得非常干净，就不会紧绷。